开饭了，家人们，老公卤的大猪蹄子。哇，那烫手，太香了。拌的小凉皮儿，五谷鸡爪，牛筋肠。突然想喝口粥，啊，脱骨了，颤颤巍巍的。家人们觉得我老公做的猪蹄子有食欲的，喜欢莹莹的，家人们赏个小心心啊！太香了。